这样，反正大家也不睡觉，不如来陪我一起崩溃，好耶，是吧？我就不信大家会睡觉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互相折磨。什么情况？就是现在就是属于一个纯粹，就是一个属于什么情况呢？属于一个把我发累了的情况。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互相折磨。我去看了个直播，听回音，不是你的耳机回音严重，是我在这个地方回音严重。你挂着睡觉，那你好过分。没关系，我也是挂着你们而已，我们互相伤害。我不管你们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催眠总是冷眼，不敢相对梦里。催眠了你的心，对我还没现在。现在，我就像一朵玫瑰。玫瑰，像一朵玫瑰，绽放我的高贵。OK。可以，是不是没进来？谢谢北辰的玫瑰花，好久没有直播练舞，对我太无聊了，让你们追过来。你不扒怎么办呢？今天不学，明天学不会了。我决定，我今天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低，我觉得我今天把副歌学完就行。猎梦还用学？那你来教我。对，为什么在？因为我不想化妆，因为这个美颜学不刻不到我脸上。猎梦简单，那你们来教我。简单的你来教我。无语。对，你都会跳，那你们来教我。那你们来跳跳，我也不用跳舞。我们互相那什么，我们互相不要伤害。总是流言梦里催眠了你的心，现在我就像一个玫瑰。现在我就像一朵玫瑰，绽放我的高贵。你的眼神看着我。
想看着我，倒是不冷，不，因为我睡醒了。哎，不行，我要下了，再见。哦，哈喽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